大家好，这里是渣滓洞。渣滓洞一样也是预约免费进入。渣滓洞位于重庆歌乐山，距离白公馆 2.5 公里，因为渣都没少而得名渣滓洞。渣滓洞三面环山，一面为沟，位置比较隐蔽。1939年国民党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窖，在此设立为监狱。你走快一点。渣滓洞一共分内外两院，外院为特务的办公室和审讯室，内院上下两层，一共16间男牢，另外两间平层为女牢。关押革命者最多的时候高达300人，今天我们去缅怀一下革命英烈，带大家参观一下。在此我都不跟大家做过多的解说，就随我的镜头分享给大家。这背面就是歌乐山，来参观游览的人还是很多。下面就是渣滓洞监狱入口。这是内院，我环绕一周跟大家看一下。有关更多关于重庆的视频，欢迎关注渔夫阿里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